早上喝可乐不太好，喝牛奶吧，比较健康。同意。走吧，吃早餐了。我有申请罩子继续调查，看我们4年前凶手的其他线索。你查你的，我查我的。所以你有相信陈文浩说的话？你相信他不是凶手了？就算真相改变，我的目的不会变。如果你查到了，把人交给我。是啊，你等下上班嘞。老板，我抓到何航了。好，先去准备一下，我忙过去。唐毅，一码归一码，我不会伤害他，但我会先处理完他背叛的事情，然后再把他交给你。喂，赵。你说老大贩毒去自首了？唐毅，你现在弄死他，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真相了。你不想要知道4年前到底发生什么事吗？你让我把他带回去，我会让真相大白的。你觉得这案子4年了，你有查出证据吗？你觉得没有证据，他会承认他杀人吗？你把他带回警局，我们就永远都不知道真相。阿飞，带我回警局，求求你，真的是你杀的吗？你为什么杀丽珍姐？为什么抹黑他跟黑道勾结？你说话！老大已经去自首了，现在警方是要查你。上！喂，我们法局去查我的毒品，勾下卖回给帮派，就是刘鹤航。是他怂恿我们的，然后给我们回扣。我们是谁？你跟谁？老大吗？然后嘞？唐国栋要表白，他开始清查刑天盟的毒品来源。我不知道他查到什么。但是何航说，唐国栋查到我们倒卖的证据，还查到警局接头的人。我不知道唐国栋他会去找李春姐。何航说，李丽珍跟唐国栋联手。他说，我完了。所以你就为了这样杀了李春姐是吗？少飞，求你带我回警局，不要让我关在这里。你就像唐毅，可恼人罪。我杀你，唐毅，你让我把他带回去。这4年来，每天都只想亲手为唐爷报仇。唐毅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杀人。如果你执意要报仇，我就要亲手逮捕你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那你就逮捕我吧，唐毅。
头好像比上次痛。你们先聊一下，待会儿我再回来。你现在的样子比里头受伤的家伙还要糟糕哎。他还好吗？还能生龙活虎的问他的男人在哪里？我严重怀疑孟少飞还有一个地方受伤哎。哪里？脑子。他因为你一再受伤，还眼巴巴等着你去找他。明明受伤的人是自己，却在担心你。你说他这不是脑子受伤，是什么？你这种爱一意孤行的个性哦，我看也只有命够硬的孟少飞才能不被你弄死。为了不想让你后悔一辈子，兄弟，听我一句，孟少飞两次大难不死，不代表第三次也是。爱情跟生命一样美丽，但随时可能会消失。如果你珍惜这份感情，有些事该放下就放下，不要让他为难了。我说的话记得啊。嗨，小叔公，你在那里好不好啊？我刚到马里还不错啊，等人员备齐之后我就出发了。到时候挖第一个宝，我会告诉你。好啊，你说的哦，挖到第一个宝一定要先拍给我哦。知道。对了，小叔公，你知道冰山被爱情融化是什么样子吗？冰山不知道什么样子、啊。就那个唐毅啊，死人脸那个唐毅。少飞。清醒了，担心我就不要让我死掉。一个刚中枪的人来讲，心情会不会太好一点？那以我男朋友来说，你看到我没事，心情是不是太不好了？是很不好啊。要生我的气，挡枪是我的自然反射动作。我是在气我自己啊。那你还是生我的气好了。你下次要是再开枪，我一样会冲过去挡的。我知道你在阻止我杀人。是。因为我不想要看到你变成一把锋利无情的刀。复仇也许可以让你得到短暂的平静和快感，但是也会让爱你的人担心难过。包括你。废话，我当然会担心啊。而且我还是最担心的那一个。唐毅。把真相摊在阳光底下，让杀人凶手受到法律制裁，这是正义，这是还给被害人一个公道。但是动用私刑制裁，只会让社会大众看到一个黑帮老大杀了警察，然后阿志哥做的坏事永远石沉大海。这是你想要得到的结果吗？更何况，这还要赔上你的未来。
你觉得这是唐毅想要看到的吗？我会把贺航交给警方。要做官职。杨毅，我爱你。差不多了，我可以先带他走吗？